中央就让马克发现中中国万岁好人正气最共享受来，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两边帮忙退开。
今年的北京桥来祝福。对于新城的崇拜啊，是无远佛界的。后来呢，我们把北极星辰的崇拜，把它的拟人化，再加上传说当中我们的神仙上帝，相传是一位王子，后来他放弃了荣华富贵，入山来修道。恭喜星辰来恭喜咱发现中六万岁建港。我们赵元帅非常的忙，在台湾民间信仰里面，我们的赵元帅赵公明在封神榜是非常有名的啊一位神奇。相传呢，他是我们天官五路五财神，但是在先天上帝的驾前，他又是非常厉害的部将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康元帅。马华光，然后我们的赵公明，还有我们的康朗康将军，这是我们的温康马少四大元帅。我们看到北辰宫的形象，这个秀宫非常的漂亮，这个呈现就是鱼鳞甲啊，鱼鳞甲像鱼鳞的鳞片一样，这个一片片的啊绣上去，哦，这个是身穿鱼鳞甲。